地有69，版型的部分有点像道袍，前面非常吊，那胸围离我身体应该有10来公分啊。那袖子的部分大概盖了快全部的手掌，保险它是有做一个螺纹锁口，左右都有这个插袋，外面有一个贴带的轮廓，下摆再做2个45度角插袋。开襟的部分是用开扣眼 ，V 领这一块有做这个螺纹锁口，它实际的开襟这边所露出的面积178公分65公斤，穿的差不多尺寸啊。那下摆已经超过胯部拉链5公分左右，所以它衣长非常非常之长。那可以用的风格上，肯定最好做还是往 Man 的方向或者 Neutral 方向。单纯做 Oboe， 单纯把它做跳，这都行。165它是一个立领的一个长袖上衣，那面料是绒的，它真的是一个秋冬款，肩线是一个插肩，所以穿起来很舒服。它的袖口不是螺纹锁口，版型是偏 Oversize。JG279旁边这个裤子上窄下宽的这个裤子，所以实际对裤子的影响就是大概是这样，有点像 Baggy Pant。正面有2个裤子，这款前面是开扣眼，那有裤耳，一样可以系腰带，后半部都是松紧带。